能有，但不一定有，就是。这一次是谁想的？这不再是秘密行动了，小姐们，执行的招要迅速点。干！大帝，整装掌管。这一次是整长官，整装在整大帝长官。这一次整您大帝，整装在啊。长官，看来你在那里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。如果你可以替我带样本到实验室，那就太棒了。谁想反抗我们？整装待发，等您指示。应该会晕爆。大帝，怎么了？启动自动炮台。不、哦，谁也别想阻拦我弄到那个大家伙。等您指示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？整装待发。长官，整装待发。长官，请下令。这一次是大帝，怎么了？等您指示。长官，这一次是一呼一补到没魔了。整装待发。等您指示。大帝，怎么了？长官，请下令。天堂啊、哦！等您指示。你很想玩吗？你如果很想玩的话，我就答应他。我就组啊。我现在是觉得我们有要一起玩的，好像没有想象中多，所以我等不及冲进，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去玩。守好你的位置。然后天堂如果有的话，大概是一月底吧。我还在考虑，就是因为感觉那个如果没有很多人一起玩，上去给人家虐的，对嘛？这才是我说的，跟你一起宝可梦是吧？哎呦，可以考虑一下哦。他的通讯传输发生问题，他根本听不到我们。自治联盟基地的防御系统正在启动中。好极了，赶快把我们的基地架好，只要跟好他，希望他不要变得太疯狂。我这是骗谁呀、啊？对啊，我说天堂啊，天堂那个新的服大概是一月底，一月底二月初会弄好了。长官，请下令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大帝，整装待发，与我同在。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收在哪里？放轻松。效忠自治联盟。苏大茂玩的那个应该是珠子吧？我们是领导阶级。长官，我侦测到自治联盟战群舰正前往拦截奥丁途中。哎，英雄，你现在要一些亡灵战机吗？你可以到星际港建造更多。拼世界冠军啊！我杀前面都没练，杀完差很多吧。指挥官，请继续推进。帝国与我同在。哦，好啊，那无法脱离的再看看好了。目前问了一下，大概。口头说要玩的大概五六个人吧，我是觉得有点少。指挥官，摧毁他们的基地吗？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能够多再说吧。吉米，伙伴，听得到我吗？自治联盟。如果你没说不能找点乐子的话，那么我就要去找点好玩的了。冲啊！冲啊！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我招谁惹谁了？看来我在班表上。帝国与我同在。准备。敌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吃光敌人的血肉。使用这个吗？嘣！我们效忠自治联盟。这一场战争需要全民皆兵。他应该行吧？看起来很燥哎，好像不需要拉工兵了、哦。刚才看起来很燥。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反正我死定了。我方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掌门啊，对啊，一定啊。亡灵战机待命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，金矿不足，贫血库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帝国与我同在。我们是领导阶级。
看来我的我吗？你确定？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我不是叛徒。哇哦，我被包围了。我们效忠自治联盟。我们是领导阶级。我需要工程车来修理损坏的地方。工程车。我像是一只迟缓的小虫。他一直都这么聒噪吗，长官？一旦你让他进入战斗，他是绝不会闭嘴的。好了，既然已经完成，那么我要去休息一下了。休息一下。还好我自己带了点提神饮料。看来我在班表上。报告当前情况。战场就是我们的。指挥官，请继续。传送坐标。呼叫我吗？与我同在。报告当前情况。这才过瘾，没什么比站在冒烟的敌人尸体上干一杯。哇，很痛哦！哇靠，我很猛哎！准备行动。我看到你的那群小家伙在那钻来钻去，吉米，他们看起来跟蚂蚁一样。我按耐不住了，瞧瞧我的厉害吧！自治联盟，这把枪应该能卖不少钱。无法脱离的话。人类拥有你的部队正发着攻击，我无法再这些联盟的子民啊，隐身保卫家园吧。重金属狙击，可以哦，很有实力啊，图奇辉哥。高能瓦斯不足。高能瓦斯不足。全员保卫。啊，工兵全没了，这样。说吧。怪怪的，突击辉哥。高能瓦斯不足。我招谁惹？无法。高能瓦斯不足。好，那这闪的红色按钮是干嘛的？这模式可以开巅峰啊，肯定是不行啊。哎，干，这边这么多工兵是怎样？帝国与我同在。我招谁惹谁了？领导阶级是时候了。你说了算，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看来我在班表上。金矿不足，那就全心接受。看来我们是领导。金矿，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效忠自治联盟，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看来你们这群家伙需要一点时间跟上。这边可能要再多补一点。会在这里休息。无法脱离的话。等你准备好了，就把我叫起来。我认为用一颗小型核弹就搞定了。只要同心协力，就能消灭所有敌人。战场就基地正遭受攻击。看来我在班表上。这里卖一个好了。报我们的头颅！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
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我们效忠自治联盟。看来我在班表上与我同在。高能瓦斯不足，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需要点视野。我非常受欢迎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哎，那个额外拿了，我们是领导，不知道可以干嘛。这把枪应该能卖不少钱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收集完成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哇，他直接走上去。我带点样本回来。哇操嘞！获得一些有帮助的资讯。玩这么大？奥丁直接从那边走上去。招谁惹谁了？这把枪应该能卖不少钱。我不是叛徒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我吧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他自己会修，所以我们不用管他。你摧毁三座基地，看来这个囚犯还是有可用之处。你知道吗？我想我需要再喘口气，你最好先帮我稍微顶一下，吉米。正遭受攻击。长官，请下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看来这次自治联盟的家伙想要抵抗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已处理的症状。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升级啊？这一次是谁想反？我不买卖这件账。哇哦！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哇，这引擎太过分了吧！基地正遭受攻击，放逐重组。你的部队正遭受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手下留情。搞定了，我准备要大展身手了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升级完成。等您指示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上前线支援，升级完成。我无法带这件账。指挥需要更多的补给站，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喂，好像高能，帝国与我同在，好像是不是要过了？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帝国与我同在，到处都是敌人。大帝，怎么了？无法脱离的话。那就全心接受。我们要过的感觉啊，各位。我们是领导阶级。我等不
就要深入研究了。我是说科学性的，我不会吃掉他的。我是领导阶级。我无法在这见到。就他后面真的把他吃了。高能瓦斯永源已经枯竭。我们效忠自治，到处都是敌人。到处都是敌人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帝国与我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我们是领导阶级，情况变得有点棘手。我侦测到下一个基地有一些战群舰，但奥丁却缺少强大的防空能力。从星际港召集更多亡灵战机，如果数量够多，我们就可以搞定战群舰。搞定战群舰，真是好玩了。别担心，老弟，我会给你一些时间跟上的。我会的。没想到自治联盟的蠢蛋想的挺周全的。哎，不是应该有一个这个吗？到了吗？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准备好了？你好了吗？还没，稍等一下。无法脱离的话，哇哦，我被包围了。我们是领导阶级。金矿场已经好。帝国与我同在。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个机密，因为我正要前往最后一个基地。高能瓦斯不足，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需要金矿场。我方盟友正遭受攻击，金矿不足。哇哇哇哇！三小超多。你的部队无法再见到。基地正遭受攻击，金矿场已经耗尽。过了吧，哎呀，说好的卡到过年。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，金矿不足。我们是领导阶级。金矿不足。干什么怪怪的？金矿不足，亡灵战机待命。欢迎我们慢慢推。嗨，你好啊！我怎么会错过这个标有骷髅头记号的案件呢？装备大队核弹发射。哦，宝贝，欢迎来到人间炼狱。明指示，长官。金矿船已经耗尽。这一次是整装待发，整装待发，等您指示。额外都解了吧？等一下，确定一下，都解了吧？高能瓦斯永源已经枯竭。到处都是敌人。金矿不足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太好了，搞定奥丁后，我们就可以攻击克哈星上的 UNN 大楼，发送我们的广播。嘿，能听得到我说话吗，长官？或许下一次你会相信那有暴力倾向的泰克斯。我对你的信任就这么多，泰克斯。
经困进自治联盟的安全网络，正在载入他们的地点。哪一家适合加盟？不愧是苏老板啊！还以为你永远都不问呢。告诉我，让我回去战斗。奥丁造反了！重复，奥丁造反了！看他补血怎么补那么慢？把他击毁！反叛的驾驶注意！这是自治联盟的。哎，他血量我改过是，哎，好烂哦！他伤害只有十啊！就地处决！完了完了，被骗了！听到了，感觉雷电的力量。请看自治联盟为战争准备的最新武器。干太烂了，完了！告我在这，我照顾我一下。不行不行，我们要贵一点。感觉雷电的力量。我在这里是种浪费。我在这里。不是啊，我怎么造那么烂？我可是条硬汉。警铃响起了，不久他们就会把我赶出他们的系统。不要催我啊，小鬼，难道男人不能在工作的时候有些娱乐吗？完了，这把不好说，毕竟这是噩梦，不是残酷啊。送你们上路。OK， 宝贝。我在这里，听我。我还有多少时间？44秒。看好了。交给我。我们快要没时间了。这些家伙也是，别担心。走吧。他是看尾刀是不是？经验值啊。看尾刀给的，能量不足。死神在凶猛奥丁交战中，自治联盟切到一个安全频道，我无法追踪到他们的位置了。但我已经拿到进出 UNN 网络的许可，部队必须靠近其中一座广播塔一定的时间，才能把讯息传送出去。要让我们的广播传送到自治联盟每个角落。就必须控制各广播塔一段时间。没办法，刚那个血量，我不可能走兵多的地方啊，太危险了。可以打赌蒙斯克对这一定有什么意见，继续前进吧。不要怕啦，下篮子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我还是有信心的，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会输啊。长官，请下。等您。这一次是基地启动运作中，现在我将控制权转交给你，长官。有什么要求？我们效忠自治联盟。这一次是谁想打伤我们？战场就是我们的。装备送到了。这些雷神比奥丁还小，操控性更好，杀伤力强大，好好享受吧。他又爆炸了，在哭啊！那只大狗现在是我的了。没办法 NT 啊，是吧？让我回去战。没有 NT 啊，少很多乐趣哎。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帝国与我同在。我们效忠自治联盟。我招谁惹？照顾我一下好吗？我们的家园。告诉我不是叛徒，我们是领导阶级，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长官，我侦测到自治联盟战行舰正前往拦截奥丁途中。没问题，我在这里。我可是我吗？你有什么要交代我的吗？基地正遭攻击。忘了是噩梦啊！让我回去。完了，我没信心了。忘了是噩梦啊！战场就是我们的。金矿不足。我们是领导阶级。
帝国与我同在，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帝国冲锋队，帝国舰队。看来我在班表上。让我回去，我得告诉我可是要硬汉。是联盟。都由我在这告诉。还得鼓起勇气大声说。战斗者攻击。领导阶级。让我回去战斗。在此在地。我在这里是种浪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我有信心了。我吗？金矿不足。我什么时候才有勋章？我不是叛逆。看来我在班表上。感觉雷，我在这，照顾我一下好吗？看来我在班表上。雄伟的钢铁巨人，就如同是我们自己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人。让我回，我在这里，我听到了。四肢联盟，我让我回去。看有战犬无敌的吧。我听到了，人类军队，凶！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只要同心协力，就能消灭所有敌人。可以对空的，这个什么分离的连队能对空啊？他如果能对空，实在是有够硬吧。鬼超啊！我在交，有什么要交代我的吗？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让我回，感觉雷电的力量。好的。看来我在班表上。啊！完了！突击小队查理，快前往那座不要！改了那些反叛军。不要打没。有什么？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哎，查理怎么死了？感觉雷震的力，让我回去照顾我一下好吗？我们的家园，我在这里，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我吗？这把枪应该我招谁惹谁了？我们是领导阶级。我可让我回。自血联盟的子民啊，挺身保卫家园吧！回救一下，就是我们的家园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我们效忠自啊，他会一直丢东西下来的。这把枪应该能卖不少钱，这样有点麻烦呢。那就全心接受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家园。是领导阶级。我会做必要的，半途重组。坚强对抗重组威胁的最终方案。看来我在班表上，这一次有战斗部队加急吗？我们效忠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让我。啊，大哥。他怎么都不来打我家？我可是条硬汉，但我很困扰。无法脱离的话，效忠自治联盟。我可是条硬汉，有什么要求？我们是
基地正遭受攻击。与我同在。我的。啊，他不来打我家，我很困扰。效忠自治联盟。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黑色战锤。保护我。黑色战锤是什么？这几个技能可以讲一下，跟我讲是什么吗？我在这里是守护，我有残军。看来我在班表上。黑锤是什么啊？与我同在。有什么要交？告诉我，让我回。我可是条硬汉，我在这里。这场战争需要全民皆兵。黑锤是雷神，所以哪一个是雷神？我在这里是。你的部队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战场就是我们的家园。我吗？你确定？这样太没人性了。不是啊，靠北哦，我说那个这几个科技哪个，这个哪一个是哪个，这个是什么，这是响尾蛇吧，啊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，感知观难度也太低了吧，我们都会被他杀掉，救命啊，等一下，怪怪的，我会做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放虎从者。我什么时候才有勋章？你的部队基地正遭受攻击。至少我说，让我回去。有什么要交？我不是叛徒，我知道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走，我在这里，听我。我吗？你确定？看来我的班表上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我在这里，听我。你就不能派别人去吗？我看我可能要先把那边踩一踩。我在危险。升级完成。靠，这三小。我招谁惹谁了？我们是领导阶级，这样太没人性了。先把这边打了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金矿场。反正刚刚看那个没有很强，应该 OK 的。金矿场已经需要固定的补给站。需要固定的补给站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他把坦克收了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我在这里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金矿场已经。哦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有什么用？我在这里是种这把枪应该能卖出去。基地我招谁惹谁了？我在让我回头。我在我不行，我先把那个塔拿了。我吗？你确定？我吗？看来我在班表上，我不是叛徒。我吗？我吗？你确定？指挥中心升级完成。就不能派金矿场已经耗尽，让我回去战斗。我招什么招？这把枪应该能卖出去。保护我！看来我在这里是种有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需要更多的补给站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完成第一份数据传输，这次就算蒙斯克也撇不清了。OK。信号接收中。
只有一个人会狂妄到以为自己可以安然脱身，那就是雷诺。哈，阿克图洛斯，就这一次，全是为了你，好好享受我们带来的秀吧。全是为了你，沃菲尔，带你的人下来，我要雷诺的头，明白吗？他和他那群恐怖分子朋友。无情无泪，无情无敌，所向披靡。奥丁代表的是泰伦自治联盟不屈不挠的力量，无人性的象征。哦哦，算了，让我回去。我在坦克这边最后打好了。整装待发，长官，请下令。等您指示。指挥中心升级完成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凶猛的物体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那个血太多了，根本普通不痒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隐身保卫家园吧。这么硬霸的单位肯定是狂出猛出了，对，走得又快，射得又远。我在这里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感觉雷震。高能瓦斯冗员已经枯竭。哎，啊，我不是拉了一堆工兵。让我回去，我听到了。我得，让我回去战斗。我无法在这见到。走，有什么要告诉我？感觉雷电的。大帝，长官，请下令。这一次，好。让我在这告诉我，我在这。什么事？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，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先把这边铲了。哇哇哇！等一下。大帝，怎么？我在这里。走，我在。基地正遭受攻击，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如果处理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走，我在。帝国与我的战，我得让我。有什么要交代？我可是先把这边踩了吧。这一次，长官，请下令。大地，战场怎么了？是我们的家园。我们效忠自治联盟。无法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我们是领导阶级。让我回去告诉我的。我在这里是种浪费。我们的家园根本不用回教。啊！有什么要交代我？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其中有一座塔遭到入侵，突击小队阿尔法攻击，阻止他们。只要同心协力，就能消灭所有敌人。敌人手下留情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与我同在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必须防御更多水晶塔，有没有详细一点的任务需求？你讲清楚一点好，比较会有印象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不损坏任何一个建筑物。我们差不多快完成传送蒙斯克肮脏的小秘密到自治联盟了。让我回去，照顾我一下好吗？那你要找更之前的十周年成就，我应该是有解吧。我这场打完我找给你好了，好吧？我应该是都有解啊，应该是没有漏的。我在这里，长官，我们效忠自治联盟。OK， 宝贝。无法脱离的话，而且我一定是用残酷解的十周年成就。也就是说你说那个成就，我还是用残酷解的。
住！怎么样？我知道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哇哦，我被包围了！让我回去战斗。除非 VOD 没上传，不然的话一定有。基地正遭受攻击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这场战争需要全民皆兵。干，这太简单了吧，这个。这蒙斯克太阴霸了吧，大帝怎么了？秘密任务有拿吗？哎，干，你好聪明哦。基地正遭受攻击，让我回去战斗。无法脱离的话，我在这里感觉雷电的力量。你的部队正遭受攻击。你是天才吧？这样太没人性了。我与我同在，我在危险地带。走吧，大帝。怎么了？我们是领导阶级。我在这里，凭我脱离的话，那就全心接受。我听到了，有什么要交代我的吗？到处都是敌人，整装待发。我无法在这见着。收集完成。OK， 宝贝。这太没人性了。让我回去战斗。跑着跑吗？我听到，感觉雷电的力量。照顾我一下，好吗？害羞哦，收到命令，小心他。有什么要交代我的吗？大，我没意见。那挤下挤多久啊？什么事让你不开心？这是最后一个。来看看现在大家见到敬爱的大帝会怎么想。长官，所有讯号都已经送出，世界各个角落刚刚都已经看到关于蒙斯克的 UNN 特别快报了。长官，有一部分的设施好像有防扫描保护，我们的讯号将会受到干扰，在里面时请小心。为什么你第一次看到这关？我以为那是友金。哇，还行啊，两个胖胖护士。哎，怎么说？保持警戒。修在哪里？这一次是谁想反抗？大帝，怎么了？这最好是好消息。整装待发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个门被封死了。没有什么是小小穿透炸药治不好的。这个设施是高度管制区。雷诺，站住！你被逮捕了。不是今天，兄弟。您指示，长官，请向大帝。整装待发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等您指示。怎么硬呢？等一下，这是谁？大帝，等您指示。长官，这一次是谁？整装待发。大帝，怎么了？整装待发。大帝，怎么了？长官，请下令，等您指示。Hello， 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会救你的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？这个。整装待发。在哪里？谁要一些？把所有叛军烤成肉串。看来有个招待会正等着我们呢。副官，你看可不可以用那些炮台对付他们？进入系统，解除安全密码。
这边的话建议选右边的。不管怎样，我们拿到一半的火力了，应该装待发，等您指示。长官，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在等你的指令。收到命，等您指示。长官，整装待发。按照号码排好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有吗？有比平常多一百吗？哦天哪！别杀我！金矿不足。马上一冲！虫族，他们从围栏里冲出来了，摧毁他们，兄弟们，我们必须挡住他们。装待发，等您指示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长官，请下令。大帝，怎么了？平常的150，原来那个可以炸，可以啊，原来那个是可以炸的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？长官，请下令。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现可以炸吗？整装待，他们逃出来了，我们要了。因为我之前玩那个整装待发，长官，等阿萨斯版的时候，那个地方不能炸，你就知道多难。这一次是谁想炸？后来我就想说，不可能啊！如果那个东西不能炸，根本过不了啊！我就试试看能不能炸，哎，可以炸。按照整装待，长官。不然我原本也没有想到说那可以炸，就是因为太那个阿萨斯那关不炸太难了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长官，这长官，等您指示。大帝，整装待发。哎呦，这不是刚那个剧本吗？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会救你的。整装待发，大帝，按照号码呼叫我吗？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了解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金矿不足，挡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进入实验室。等您指示。长官，请下令。练等。整装待发。大帝，怎么了？整装待发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？等您指示。要练等啊！我问号哦，我在练等。看来在进去以前，长官，请下令。其实这个雷兽是设定好的，这五只雷兽刚刚好。上次之所以会出意外，是因为我去帮了那个雷。等一下，我是因为我等一下，是因为。靠呗！严重吗？下，没问题。不要！啊哈！轻松，状态一定很紧急。啊！我来处理。我想上次是因为装待发，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这看起来是因为我去帮了那个不断的突变，帮了那个人类啊，麦特，然后又去帮雷兽，没有控制好。斯特曼做了一些实验，长官。他说样本的去氧核糖核酸链已经被人工嫁接，绝对是有人蓄意这么做的。我们必须把这个地方炸上天，绝对不能让它继续留着。哦，我收到一个很强的能量讯号，就在你附近。这实验室的某处一定有个大型的核聚变反应炉。太棒了，我靠，等一下，我们找到反应炉摧毁它。这原本就有吗？
等明旨。严重吗？这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大帝，怎么了？等明旨是？这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整装待发，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长官，整装待发。是，长官。大帝，怎么了？呼叫我吗？长官，在等你的指令。整装待发。这最好是好。伤在哪里？谁呀？请说明。在等你的指令。需要减伤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待命中。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啊？色爽没？冲冲！我非常期待。靠背，这好危险哦。严重吗？啊，怎么经验值没增加？不是补血就会加经验值吗？收到命令。需要减伤分类吗？这一次是谁想？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伤在哪里？那是个严重的疫情爆发。大帝，怎么了？按照号码排好。长官，请下令。哎呀，没事啊，弹口是男人身上的勋章啊。等一下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我正在进行。藏宝好汉的巨大雕像里什么都没有。当然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为什么？等您指示。请说明需要。整装的。呼叫我吗？在等你的指令。收到消息。是，长官。冲冲冲！那没问题。我等不及了。收到命令。是，长官。大开杀戒。再层。把上衣穿好，年轻人。好啊。了解。长官，请下令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我们遇到麻烦了，那个货运区大到能让重型单位驻守。哈哈，真精彩。我想一下，这个要拿来打变异体，这个要拿来打那个后面的那个吗？还是这边用掉算了？可是我觉得这边不用了，我用这个克拉之子慢慢射就行。整装待发。收到消息。为什么不呢？请说明需要急救处。不然后面那个，那个我怕打不赢，残暴虫我怕打不赢。是，长官。需要减伤分类吗？大帝，怎么了？在等你的指令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当然可以。听到了。死吧，死吧，死吧！呼叫我吗？谁要一些？冲冲冲！好啊，了解。哎，我的喝茶楼要来了。没问题。一喝喝。为什么不呢？把上衣穿好，年轻人。那没问题。当然没问题。再成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正在进行。来吧，没问题。350滴三防，太强了吧！打开杀戒，我等不及了，我非常期待。好啊，这真的一个就可以啊，这个比那个雷诺还强，好吗？那个雷诺都没有这只强。装待发。在等你的指令。打他！死吧，死吧，死吧！这
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三星就满了嘛，对，所以也不用再特别那个了。谁有一些？冲冲冲！那就直接打了。怎么了？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靠北，差点炸死自己。好啊！我非常期待。哎，他好像没。平常饮料点个五六杯，送个五六个吸管，我就把它留起来。你到底要不要下命令、啊？以备不时之需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整装待发。等明旨。谁要一些？大帝，怎么了？排长，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大帝，怎么了？长官，先那个吧，搞不好他可以空投克他自己。整装待发，听到我的话了吗？我等一下需要一些增援部队。他该不会是给那个吧？在隔壁房间，而且似乎他该不会是给原版的兵吧？你的增援部队已到达。哎，等一下，整装待发。这一次是谁？需要减伤分。长官，请下令。哇，跟我刚来的时候差不多哎。要不要下命令啊？我刚来的时候就长这样哎。等您指示。谁要一些？整装待发。您指示。啊，选什么掠夺者？这一次是要医护兵啊。整装待发。按照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大帝，怎么了？长官，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大帝。整装待发，大帝，怎么了？长官，请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等您指示，长官，等您指示。有没有掠夺者没差吧？有医护兵比较重要吧？这一次是大帝，整装等你，长官下令。长官，这一次是谁？等您指示，这一次是谁想反抗？刚刚我那唯一的医护兵裸死了。大帝，怎么了？大帝，这一次是大帝，请说明是整装待发。长官，请大帝。那他们如果被困在这个实验室怎么办？大帝，这一次是谁想反抗？等您。他们就只能自己。长官，等您指示。这最好。长官，请下令。这一次是谁想？长官，哎呦！等您指，这一次是等您指示。大帝，这一次是伤在哪里？待命中，需要点。按照号码。大帝，怎么了？看一下，我们要实验精神吗？啊？整装待发。请说明需要急救的症状。大帝，怎么了？这一次，机器人撑不了多久的，赶快行动。整装待发。严重吗？长官，应该没有。下令。大帝，怎么了？需要减伤分类吗？严重吗？高速开始，地大地。等您指示。干，我怎么觉得这句话我之前说过？长官，整装大帝。请说明待命中。长官，请下令。残暴虫。等您指示。长官，哇，要许我。这最好是活在我吗？这一次是谁想？伤在哪里？再等。严重吗？放弃。等您指示。大帝，怎么了？整装待发。这一次是谁？整装待发。长官，请下令。他至少为我们尽力了。大帝，还好啦，这个其他都只是配角啊。我只要有一支医护兵就可以过了，好吗？长官，你正在那个能量讯号的正上方，核聚变反应炉一定就在附近。长官，请下令。整装待发。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等您指示。你到底要不要下？整装，大帝，怎么了？这一次，大帝，怎么了？等您指示。整装待发。长官，请下令。
这一次是谁想反抗我们？谁要一些？好吧，够了，我们要走了。长官，你得小心点，讯号正在扭曲，但是那个东西正在摧毁这里，没人知道你会碰到什么。刚好是我想听到的，有点微妙，这把。紧跟着我，出发吧，突击队。说实在，没有非常有把握。来吧，女士们，我们得继续前进，把那团落石炸。赶着 DPS 有点低耶，我的天哪！DPS 有点低耶。长官，如果我的数据是正确的话，混元体是无敌的，千万不要尝试对抗他，尽管逃出那吧。哦，该死，那残骸撑不了多久，继续行动，冲冲！混元体开始行动了。哎，那个电脑终端机没用的。要一个战斗机器人，长官，让他去对付混元体，争取时间。行动吧！可恶，战斗机器人只撑了一会儿。这个地方正在迅速瓦解。我有混，哎，我有少拿吗？我怎么还少一个额外？我等不及了。那没问题。哦，收到消息，当然没问题。哦耶！长官，我正在进行，冲冲冲！为什么不呢？哈哈，真精彩！我等不及了。好啊，长官，混元体从扫描器上消失了，他好像过了啦，各位。消失什么意思？这可是过关的标配啊！一个医护兵加一个陆战队，过了。当然没问题。收到命令，把上衣穿好，机器人。让开，要我操！了解。哦耶！最好做些装饰带来。哦。天杀的，真精彩！待命中，请说明。谁要你？中了。哇！班长，最好做些装饰带来。在等你的指令。胡教务，撤退，快去运输机那里。运输机，我想我们找到办法离开了。下命令啊！别动！班长，号码排好。谁要一些？排长，号码排好，兄弟们。是，长官。需要减伤费吗？大门是关键，什么关键？是时候离开了。大门是什么关键？麦特，听得到我吧？我正开着某骚联盟好心提供的大型运输机回来，别把我们射下来。